旅行看旅游品牌实体门店，轻松创业梦想变现。同城旅行邀你收看《灼灼风流》。小姐，这些书都拿走了。这穆家真不愧是江南首富啊，穆老爷娶了十几个妾，这又娶一个。小姐，他娘子他们往这边来了。哎，你俩快一点，咱们去看看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听说呀，长得可好看了。那不好看也不娶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瞧穆奇这阵势，该不会真想考状元吧？都是要当县令夫人的尊贵人了，哪还用得着读这些老鼠？不行，李岩，新人马上就要拜堂了，你们还在这操心着小妾是读书还是嫁人？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桃之夭夭，不用念了，他娘子他们都走了，还好老爷回归娶姨娘都这般声势浩大，咱们才能找到机会。好，那咱们快走啊！小心脚下。心腹晋升处，六处兴旺。心腹尽景泉，生生不息。亲家有喜庆，大富一人，故寄于前。秦藏王，心腹拜。金门晚，你们要好心听姐姐的话。别想，我们一起。小二，十，十八。对对对对对，十八，十八。
杨老爷看看我的小十八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小姐，我们该走了。走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车上还看书啊？就这么晃。女儿家不好好读书，可是要嫁人的。小姐，女子不都是要嫁人的吗？老爷都娶了十八个姨娘了呀。这人嘛，见着年轻漂亮的，不免心生爱慕。倘若家中能够姹紫嫣红，多赏心悦目。那可咱府上不都够凑好几套了吗？这种事儿还能嫌少啊？也是啊，庄县令也娶了那么多姨娘，他还想娶小姐。老爷和大娘子竟然觉得小姐你攀了高枝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这女人呢、啊，一旦嫁了人，那这辈子可就完了。那若那人只娶一人也不行吗？我爹当年也对我娘起过誓，说此后绝不纳二嗣、嗯。那岂不是以后只能靠自己了？只要我能考上功名，这穆家便无人再敢逼我了。我自己就能做县令，还做什么县令夫人？还有五天就是我和穆七成亲的日子，可他现在说逃婚就逃婚，那我庄文峰是什么人？那穆七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给我追！是。迢递高城百尺楼，绿杨之外尽汀洲。居烈，穿过前面那片树林，就要到定京城了。好。殿下的车驾，哦，哎，就是那位奏请重开女子恩科的定王殿下。嗯，据说他呀，多智如狐，孤傲如狼，残忍如虎，在北凉是能治小儿夜啼的大魔神。哇，嗯，定王殿下这么厉害呢？八年前，定王殿下率领三万参五军，在燕城打败北凉十万大军。嗯，也就是从这个燕城之战后，咱们的南城啊，才一改衰败之势，跟北凉开始分庭抗礼起来。啊，郡王殿下怎么做到的？这商先生倒是没有细说。哎，等我以后认识了这个定王殿下，我一定要亲自问问他。好。咦，前面就是定王府了，快下马！快！不是，小姐，你还没吃呢。你也来一口，来，给我下下下下！哎，小姐小姐，前面是大魔神啊！下，赌一把，下。娘啊，娘啊，你等等我，女儿不孝。
季学长，走。小姐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！你竟然敢冲撞大魔神的车队，你不要命了？定王殿下的人应该不会滥杀无辜吧？但是刚才马车里那只手，应该不是定王殿下的。啊！马车上那只手皮光肉化的，那可不像一个常年征战在沙场上的战神应该有的。这其中定有古怪。天哪，小姐，你是什么潜力眼啊？你看啊，这燕城之战之后，虽然扭转乾坤，但是这个北凉跟咱们南城不分输赢的拉扯这么多年，其实啊，是因五年前定王殿下拒马河大败，苍梧军死伤惨重，所以这之后啊，定王殿下形势是越来越低调。但这一次，既然这般大张旗鼓，定王殿下此番回京，没那么简单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庄县令的人知道咱们进城了，咱们还能躲多久啊？定王殿下倒是教会我一件事儿。狡兔三窟啊！你说说你，人家只不过是个赶着回去看望病重娘亲的小姑娘，你拔什么剑？还好我及时阻止了。哎，你就不怕当街砍人，把城门守卫给招来？哎呦，王爷耽误了回京的日子，我还要假扮王爷在马车上坐这么久，我老骨头都要散了，我呀，得回去躺躺。哎爷，您也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吧，还让迟墨和张管家兴师动众，演一场您赶回定京的假象。本王不想节外生枝。是。王爷，没想到这破地方还真有桃林，我们找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他就藏在定京。现在就把你坟头掀开，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死还是假遁。王爷，拒马河一战，30000阴魂埋骨死场，这袁成明他是叛国贼，他辜负了王爷的信任，更愧对苍梧军，3万死去的袍泽。时至今日，本王仍不信他会背叛。王爷。袁成明背叛了我们，他们中埋伏了。
派人严查湖心小岛，同时开棺验尸，另要查明以女儿身份给袁成明立碑的云想月是谁。是。当年的真相本王定要找到。皆亲近青楼女子，自认为清高，不愿来这污糟之地。但是，我娘是这样的出身，我反而会觉得这地方让我更亲切。小姐，你也别难过。你看，要不是三姨娘，咱们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躲藏。冥冥之中啊，她可能还在保佑咱们呢。嗯，想来，周管事他们万万想不到，咱们会在此处落脚。躲是好躲之地，但要是交了半年的房租，咱们可就没有余钱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放心吧。嗯。是您二位要租这处院子吧？是的。哦，咱们这条街呢叫花巷，这边是卖花的，那边。也是卖花的，卖的是另一种花。那要不进去说吧。好，来来，进来进来。这里啊都挺好，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出门得小心点。多谢您的提醒，其实我这次上京是为了来参加会试，绝对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的。哟，看你年纪轻轻，没成想竟还是个女举人。家母早逝，我跟着家父读过几年书罢了。哎呀，那你也是文曲星下凡，别说如今重开女子恩科不久，就是元光女帝那会儿，女子恩科最繁盛之时，女举人都是稀罕的。但是女子读书不易啊，你们主仆俩以后若是遇上难事，就来找大娘，我姓陆，就住在这条巷口。太感激您了，多谢陆大娘。哎，别客气，来进屋看看吧。好，好，走。来看看看看，看看，这房子多好，就是太脏了，太久没人住了。没事的。哎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点个灯。好的，嗯，走，咱们看看。两位姑娘，来来来，这边看看，这边。哎，陆大娘。这么多书都是从哪来的？不瞒姑娘说，这院子以前的租户啊是个落魄诗人，日日流连小秦宫。他的诗令青楼女子争相传唱，这些书都是他留下的。那这诗人呢？死了。死了，郁郁不得志，要不然这院子的价钱怎么会如此低呢？姑娘们若是嫌这院子晦气。哦，不嫌弃不嫌弃，陆大娘，我们不嫌弃的。那好，明天我找人打扫打扫，把这些书啊我都搬走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啊，陆大娘，这书留下吧，正好我也想看看。哦，那姑娘只管留下，你这姑娘倒是有趣，百无禁忌的，难怪带着个丫鬟就敢赶考。对了，大娘，刚才触碰间我发现您的手有些发凉，观您目色眼白还有些发黄，您平日里会不会觉得手足发麻，而且比常人容易怕冷，夜里还总睡不踏实？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姑娘还会看病啊。家里有人是大夫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便懂了一些。您这是气血亏虚，大多是女子易得病症。香囊，小姐，陆大娘，这是我自己用药材配制的香囊，您拿去试一试，兴许管用些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，这我如何好意思啊。没事的。那咱们的价格还是按谈好了吗？价格没问题，香囊您就放心收好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姑娘你收拾一下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好。
小姐，之前三姨娘不是说了吗？让您不能展露医术的。如今离会试还有好些时日呢，这笔墨纸砚上的开销定然会极大。还有这个定京城，连吃饭都要比旁处贵上很多。这要不想办法赚钱，拿什么填饱肚子啊？小姐，你放心，有居立在，我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傻丫头，我就是怕你饿着。好了好了，快去打扫一下，收拾收拾。我正好看看这诗人都留下了什么诗。去吧。那我先去收拾了。小姐，我都说了我力气大，应该是我来刻的。这是我最亲最亲的阿娘，怎能让你代劳呢？阿娘，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您的女儿已经是个举人了，过不了多久还会成为进士。您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想尽办法出人头地，给您挣个诰命。等女儿在定京落了脚，就马上帮您找家，一定要让您魂归故里。三姨娘，求求您一定要保佑小姐，还有保佑我们千万别饿肚子。你找谁啊？我听陆大娘说，这里是不是有个大夫？哦，我就是。我，里面请吧。快躺下吧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你都不问我是谁吗？大约是住在对面。你让我躺在这儿，难道都不会嫌我脏吗？在我心里，病人都一样。来，快躺下，距离。王爷这一路上又是吹风又是进水，受了寒湿，路上一直在咳。正院士什么时候来给王爷看旧疾啊？不知。王爷，你看直墨他又这样，三句话憋不出一个字，逢上旁人就举他那册子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让我先进定京呢。直墨不说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不说便不说吧。王爷你偏心。大殿下，参见大殿下。皇叔，你好歹动一动。不然呢？明日去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，说大殿下欺负我这样一个病人。别呀，皇叔，我可是专门来看望您的。姑娘这落胎药下得太猛了，又没有好好休息调养，以至于伤了身子，流血有一月有余了吧？就没有看过大夫吗？来，怎么可能有大夫愿意给我看病呢？我不过只是一个年老色衰的青楼女子，不幸有了身孕而已。那你们就没人管吗？妈妈们都忙着去品花会呢，哪有时间管我们这些旧人？
我见只有直墨一人在府里，我就猜到皇叔肯定又去了别处。皇兄是否怪我回宫还没过去请安？父皇说皇叔舟车劳顿，等休息好了以后再进宫也不迟。我回来给你和二殿下三殿下都带了礼物。那不行，我得要双份的。那你自己去库房中挑几样喜欢的吧。谢谢皇叔。皇叔，你的身体可有好一些？还那样。赵院士一直在给您找药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定能治好您的身体。只是今日您回来晚了一些，可是又去什么地方寻找新的线索了？五年前父皇铲除了所有相关的人，皇叔还是怀疑幕后主使另有其人吗？王爷，何心来信。你看，一有了发现这就来了。进来吧。王爷，之前找到的袁成明之墓是个新修的衣冠冢，但翻遍整个桃花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骨。不过何心那边有了新的消息。他们调查到袁成明在拒马河战后出现在涿州天童山，还有那个云想月有了下落，她就是袁成明之女袁汐月，沦落风尘后更名为云想月，如今已是小秦宫头牌。这是方子，谢谢。只是药需要你自己去买。今日的恩情宋韵往后定当回报。确定啊。小姐，咱们有钱了。不过这银子应该不会是假的吧。我突然想到了我爹娘，我恨我爹恨了好多年，可是刚才看到那位宋韵姐姐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会想，我阿娘当初要是没嫁给我阿爹，也不知道她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她会饿肚子吧。会因为年老色衰被遗忘在角落，我娘这样的官家女子沦落风尘是迫不得已，可是又有哪朵花愿意落为你呢？怕是有很多花都想长成树那样，但是春去秋来终是一代新颜换旧颜。所以，居丽，咱们不能当花，咱们要当树，而且要长成参天大树，不畏严寒，不惧风雨。小姐，那树多难看。不行，我们小姐长得这么好看，不当花可惜的。那可不行，我朝有律，凡有婚配的女子，皆不能上朝为官，所以，你们家小姐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嫁人的。不嫁人？不嫁人不行吧。这是还看这种书呢。小姐，这个我见过，街边给人看面相呢，他们就摆着这种图。咱们以医术为生，说不定这诗啊以看相为生呢。这个克夫。王爷，那品花会还挺讲究，要请帖不说，还得用银子兑成金花当彩头。我觉得咱们就翻墙进去，您这身份走正门不光彩。
翻墙？翻墙就光彩了？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嗯，小姐，嗯，你虽然写的诗不怎么样，但背的诗嘛更好听。你快吃你的饼吧。你看那好多好看的灯笼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真好看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就给你买一个。穆大夫，嗯，哦，穆大夫，我正好要去找你呢。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去一趟小秦宫呢？小秦宫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挺为难你的，不过真的拜托了。好吧。不行啊，小姐，我怕你遇到危险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。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注意的，你在家等我啊。小姐，我要。不许动，就站这儿。小姐，这位置不是客夫吗？小秦宫人多眼杂，点上这个能挡些事儿的。不许动啊，等我回来。那小姐注意安全。嗯。再选吧，可是不选，如何才能攀附权贵，才有一张，才能好好活下去？所以，我没有时间了。请。好，云姑娘，这位是穆大夫。这是云姑娘。哦，多谢大夫出手相救，小月感激不尽。啊，姑娘客气了。好俊俏，你好，月爷，可容奴家看看请帖呀。请，姑娘，我这失针是治标不治本，待会儿您上了台，这冷风一吹，难保又会发作的。容我多嘴一句啊，这花魁年年都选，但你这身子，花魁年年都选，但想越多的偷窥的机会，只有这一次。
庄应该是花魁吧？云想月还没上台呢，他是今年新晋的头牌。是吗？云想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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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来了，云想月出来了，你看。小七啊，先别跳了，该读书了。阿娘，跳舞有什么不好的？我看阿娘也跳，为什么非要读书？跳舞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不过读书呢，能让你明事理，辨是非，这样呢，你就知道跳舞好不好了。不光是听阿娘说，明白了吗？哼。宋姐姐，你说云姑娘她是真的喜欢跳舞？其实进入到这种红尘风月之地之后，就算是喜欢也会变得不喜欢。只有云妹妹她不一样，她进来之后不哭也不闹，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学会了所有的曲目和舞蹈，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头牌。他为什么这么拼命那就不清楚了。说不定今年这云想月更高。诸位，金花赠美人，芙蓉暖帐到天明，不知哪位大爷能够抱得美人归呢？我出2000朵金花。2500朵金花。3000朵。3000。3500。哇，这些人一掷千金都是为了云想月。男人嘛。4000朵，我志在必得。4500朵金花。恭喜这位公子，4500朵金花，啊，也恭喜我们的新花魁云想月。这什么冤大头啊，出这么多钱啊！哼，男人，后脑勺长得好看也没用。啊，回家读书去了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哎，穆大夫。我，姐姐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个不情之请，就是我们后院还有好些痼疾缠身的姐妹，如果穆大夫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，可否？这有何不可？姐姐带路。大恩不言谢，受宋韵一拜。
真是折煞我了。走吧，姐姐，走。灵魂相拥，惊扰怎？